看见一辆双人轿法，我没看到一个狮子。这把我们多给二号一个表现的机会啊，让他多杀一点。突然看见，我靠，三个头，然后拿个掉头走。四个人，2000多分，还差3000多分。来给我变亮金嘛，让这妹妹来变。我有人修车，12攻，要直接灌。我以为妹妹有呢。两个队的，别着急，我在围墙。牛逼，我可以选我喜欢的枪了。差点把我车整炸了，这一次。好肥呀！这人是不是有把狗仔？哦，听错了，队友。听原上。在厕所。真的不要命啊！啊，没事，不要命啊！狠起来连自己都炸。你接我一手，谢谢小奶盖送的饭卡，谢谢。你就专门给我找辆蹦子，让我自己开呗。下次把你蹦蹦全修了。总感觉这边还有人。打我的龙，你前面山头好像有人。等一下，真的，我操，这一对干拉的在平原上。石头后面。前方有危险。还有两个。俱乐部的呀。你们停上，那就可以打了。他跟着吓都吓死了，我操！又是车，又是汽车换位。
这个人还把自己杀了。自杀了，不活了。我身上有车，他想咬我，他想咬我，他对我有想法。哎呦我去！能不能来点有实力的，把你们都放倒，把头都别摸。头都没了，这还没去碰上就掉了都。哎，我这儿有人。是不是就嗯？哪个反？好了，很危险。那个顶。我这边脸上有两个。嗯。嗯。有烟雾弹。但这房子里面是有一个人，前方有危险。为什么这个手这么抖呢？我靠！抢头了，抢头了，又到了最后的环节了，快跑！这么多圈了都没看到这两个人，你把我放下来吧，我想玩一玩，我开个闪包玩一玩啊，闪包也没用啊，开你空包的吗？海边吗？你说我服了服了服了，弹幕我都不敢多看一眼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多看一点就脸红一点，我操！你实属千古奇才。就在四房猫着，
你要不然给。要不你再叫一叫。十三分，对吧？好鱼，我加了28分耶，我加九分，我十分，68，好的，分多少了？6900，快7000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 Winken, baby. 没来，副总吗？对呀，经典。走。哪儿来了吗？你看哪儿来了？没来。没有来，非说来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原来来不来我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去哪儿知道啊？我操！我服了，我的天哪！干饭。你们都吃饭了？吃完了，早就吃完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你整个无语说。差点把我噎死。好像没几只，1、2、3、4，要贴啊，这贴那边，没有贴了。能不能飞到啊？到围墙。我到里面了。二楼到了，还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阳台倒了，死完了，嗯，进来，
要打下面吗？对。那我过来。你可以。应该是那辆车。你出来，可能有点危险。没人。哇，我的背包还没下载出来，气死我了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下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下来给他屁股后面怎么来？吓死人了！哎，下面还有人没捡到卡的，在下面打架。算了吧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我要再等他一下。来了，这么快？还是没捡到卡。老六啊！还有吗？前方有危险！干拉呢？地点，啊，我脸上来人了，我操，我脸上两个，在楼下呢，完了，我没了，前方有危险。老六，我还可以回来。What？ 三个人。那我们去哪？我们还回去吗？他们能搞定应该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好像在二楼。那就上班吧。嗯。他们会不会也飞回来打呀？对吧？前方有危险！猫！进不来。啊不，我脸上是有人呢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别上去。你们来没？没有。过来了。他刚补了一个人机。
我靠！看到，别走这边，就这个前方有危险。嗯，对。你一直在弯腰，天哪！哦，根本抬不起来，太穷了。噔噔噔噔，门口有 G 三，哪里有 G 三？哪里有 G 三？哦，你说我那个人是大盘鸡吧？我过去瞅一瞅。哦，真的大 G 三，我的阿卡，哇，你眼神可以啊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啊！我打倒的那个人，他妈的被扶起来了。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你又上哪背了把机枪？我这里有物资。开阔吗？这不平坦吗？吃个饭。下去了，好，还是得你才能跑。老六啊，这是个。连打带不。我的包也被舔得干干净净。声音这么性感，为啥无动于衷？这又不是我的，这又不是我拉进来的，这是二号拉进来的，人家的妹子。我去接他。我飞掉了。我看错了吗？有个人，有个狮子，狮子来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在三号脸上。跑了吗？别跑了。
都在房子里面。啊？怎么会在这？我的三级头，狮子呢？就是那个狮子吗？嗯，死了死了。我三级头，我三级头。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三级头，怎么会？那是我的。这里还是圈啊。居然没人说是谁的，那我就自己带着。想去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，找个地方猫着。烦死了，猫个屁呀、啊！又是我了，上次谁？干饭，干饭。上不去。这回上不去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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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能碰到人间，这好难跳啊！这个五。卡失效了呀，他来吃饭了，那个二号。声音啊，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去，怎么你这么掉这么多血？为什么老是你这边？他妈的，我操！他为什么老是溜你啊？吓不吓人？支持，我看一下外卖到了没？还有715米，快！
快了快了。三号，三号杀了14个了，我天啊，怎么杀这么多了？我撞你，我还起飞。打不起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卡住了，卡死了，这下是。这还撞出来了。我这样就很短，我看你们的看，我老是看这石头都以为趴这个人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哎，前面有车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为什么不给我车弹开？他直接拧过了我的车头，我家。吉普撞蹦蹦是直接碾过去的。这个狗砸。后面一条龙，一个人。前方有危险。加个速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喂，哎，你房门走吧哈。嗯。你房门口。这条龙不就是开过来的？弯进去开了，应该还有吧？没吧？有。那我们先去。动作呢？在车上坐着。
你们左手有滑板两个，嗯，左手树那里，嗯，看一个，后面我要推过去，别来。假的给我摔死一个，体验了，我接人，哇呀！跑了跑了，已经跑了，接不了了。Barbecue 了，完了，这个呆子，一楼刚上二楼，一楼一楼躲着救人呢，看到没？这个笨蛋。一楼一楼小老铁啊，这我操，我都买五打的，打的子弹都没得进，下一把还是一条好汉。你这死的好冤啊！接了个电话，我接了个电话。走，咱们吃鸡。笨蛋杀了十九个。小笨蛋杀了十九个，飘了。能翻倒不？好，强怪兽！太多了，再不走嘎了！哎呀，雨露均沾，我操！我去，我打不到他们，他们有空气墙啊！太远了。哇，我第一次打海边这个决赛圈，牛逼啊！一个毒蓝，不知道在哪。这是我们三队。啊？没了。他们没得好快哎、啊！他们不持久啊！没有了，顶不住呀！然后把这一个人找出来。噔噔噔噔噔，最后一个了。可以吗？哦吼，没油了。在我这。十二分，妹妹走了。
我去上个厕所，就肚子好疼。巴西，咋没买一点？他哥的加好少，两把了没补回那一把的水。又九五。要不你们先开一局，我下局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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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这两天杀了人不少啊！我好像一直连击啊！哦，没有，两把没吃，两把地儿。一路生花。哎，我外卖，对啊，我也吃外卖。啥呢？是鱼香肉丝。这把指头掰吃猪脚饭了，不吃了。猪脚饭天天吃，不好吃了。不是鱼香肉丝，就是猪脚饭，还有炒饭啊。鱼香肉丝还是香的吗？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，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，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在经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，骑马黑马这烂不在呀，大哥们你最卑微的梦，只那黑夜中的无言雨说，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，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，就像擦掉了污垢，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，而代价是就让我不可乘风，你一样骄傲着这老板吗还是什么，谁说对于平凡的不算英雄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却没有微信，
出行动。好，走走走，不用管我。可以，厉害。天终究会开，赶路的人不一定会来。我们曾经憧憬那片无名的大海，吃饭呢？是叫所爱隔山海，雨躲进孤单的站台。Hello Hello， 有麦有麦。这样显示一二通知，我不敢再跟你们打了，太厉害了。这都有一箱肉吃。雨躲进孤单的站台，熄灭最后一丝的等待。就算眉目深重，别忘抬头望天空。傻瓜，别让眼泪乖乖流。终于你我的爱埋葬在哭泣的站台，翻山又过海，再想不起来，就让你我的爱埋葬在哭泣的站台。不了吗？你们是打多长时间上的四排战神呀？三级抽到现在。哦，好吧。谢谢啊。穿越了人海，青山已不在，就让你我打不了。完了，快吧！怎么还吵起来了呀？刷礼物，我极少极少极少开口问你们向你们要礼物的。礼物这个事情，想刷就刷嘛，对不对？
喜欢嘛就刷点嘛。白嫖也没事儿，能看我直播就是一种支持，对不对？牛逼啊！谢谢猫酒家的迷弟送的半卡，谢谢。这杯水一喝一喝。来了吗？没来，人不在，好吧，不在。哎呀 ，W 蛋的菜鸡啊！W 蛋呀。果然少了我之后，自己的实力就暴露出来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都是挂逼。不挂逼？对，一个个都是挂逼。哼哼哼。怎么来了？但我拉他，拉他这个单字，这个单字不讲那玩意儿。哎呦，我操！这两个人有矛盾。啊，我走，哎，你们玩吧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我出去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是。哎，有人吗？没有，我刚起来打的。OK 啊，这么招募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进队，我那个有招募的，我去看。OK 啊。打吗，兄弟们？上分吗？单字的。哎呦，我操！兄弟，我们兵团招人。哦 ，OK 啊 ，OK 啊，你要不要来？我给啊，你分都比我高了，今天上了大分呀。上了分，都快7200了。一把加20的分，爽不爽？一把加20，那得杀多少个啊？加手战吗？没加手战，就光一把加20啊？对啊。你也太牛了吧！你转接器好了吗？没有，买了一个那个，买了一个新的那个，你到了一个3.5的到了。
这个 3.5 的到了，可以用，没事。啊，点错了，点成屏蔽了。没电了，我就用那个蓝牙耳机打呗。慢。OK。哇，这么猛吗？我真的。玩不了啊，兄弟们，玩不了，玩不了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可以拉一个，刚才有人叫我，但是他刚开一局一分钟，我看预约他来不来。那老板，就这么开一局。你有钱我也不接。我们两个加60。小学生，他为还知道找肥蚊。我重开游戏，等我一下。嗯嗯。马上，一分钟。不是，放个歌，我操都，哇，切歌。谢谢陈大大送的水星马车，谢谢。没拿呢，首先好友组的都没拿。还有蓝水晶卡，谢谢。7194，我一把加个20分的话，不够，一把加30分。有麦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对对对，打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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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 OK OK。妈，这都战神了，我靠！我看一下啊，兄弟。OK OK OK。我的天，哦，这是。可以吧，老哥？谢谢 ，OK 啊 ，OK。谢谢，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的雪人大飞机，谢谢。来我。下一分钟。一单多少？3保1。什么？他说3保1，一单多少？你要3保1是吗，妹妹？嗯。OK 啊。嗯，40，一人40，要接吗？一人40，好贵哦。好贵啊，那你打个折35好吧。35好贵啊。很便宜啦。1003保1单接吗？接。OK 啊，接，行。嗯，我把我那份给你。OK 啊。再发微信。OK。你好，微信给他。你加。我家吗？嗯，你家吧。你家。我家。哎，对，你家。那你直接那个，我家吗？嗯，对，你家。你家吧。你家。给你、就是。太钱啊。OK 啊，那你发你的，我家你。都走了。我家不太好吧。人都走了。我给他墨迹跑了。早知道我家了呀，真是的。搞什么飞机，老板都跑了。这个是你朋友吗？这个 AOK 不是啊，不认识啊，你招募的呀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搞不了，搞不了。那个 AOK 打不了，兄弟。他都以为我们俩是陪玩。我第一个人，我看看他们起床没有。今天怎么没人打呀？嗯，今天出门拿了一个快递，然后吃了点东西。那叫我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哟，上三战神了，兄弟。啊，我跟你打过呀。啊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这哥们我有他好友，我跟你叫嚣还有祈祷慢慢受，还有那个叫嚣死爹。
哦哦哦，跟你打过。哦，好，你吃了两把死鸡，我们打两把。啊、哦、啊，想起来了。今天这人好像都没起来啊。打不了，自己退吧。这是小丑吧？他以为在那个招募队里就能踢他。来来，威少来了，给他踢了。踢不了了，现在他开了，他是房主了。啊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你把刚才那个兄弟拉进来吧。OK。等一下，我操！他来了。哇，今天这么快就两点了，是不是跟你打不了多少把了呀？哦，是的，打到四点。第，哎呀，什么？又开始了！我的天，等人呢，等人呢，差一个现在，等一个人。他估计刚起床，两点。来了吗？来了，他已经说来了，但是我让他快上线，半天还没看他上线。我这个哥们我刚刚预约的，他没来，我就又掉大分了，完了。他现在直接申请我队怎么办？玩都完了呀。啊，这个早，等一下，但是我这有人了。是这个清修吗？嗯，他一直在申请。他刚才给我发微信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出门拿快递呢。对，要不秋水兄弟，我们这有个常玩的，在那。人家等半天呢，你不能让人家走吧？拉青秀来，我们打一局吧，先。OK 啊，那先打一局吧。先打一局吧。确实，这不好意思。
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赵安健打吗？拉龙吧，懒得退了。Okay. 行。那伞给我吧，我给我这是今天的第一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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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滚他哥的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很各位特种兵，人家单子的一起玩多多好啊！啊，非要叫我出来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的上线第一把呀，家人们！谢谢谢谢大姑，谢谢大姑的两个春日来信。就这点，我估计我连团地都还没开打。谢谢大姑的三个春日来信。啊！你！有人跟我们抢吗？好像没有。你这么晚起的，吃饭了吗？我吃了呀，我不就吃出去拿快递，刚好吃东西。我操！我这句话我都不敢问我。哎呦！来五个龙、嗯，我来了 ，OK 啊。你打饭吃了？我吃了。杨迪，又是炒饭。哎呦，鱼香肉丝。OK 啊，鱼香肉丝，我想吃那个鱼香茄子。就是，走，我什么也没想到，丢，走。哎，一号怎么一号去那边了？一号他又去，他老去抓人机，走。啊，龙在我这儿呢。龙在你这。对，我啥也没捡着。你油够吗？一号，我们直接走了。够，你们走吧。我发现我现在说什么话都有点不对劲儿，都能让你们带起节奏来。老喜欢去抓人机。谢谢安安心怀宇宙送的办卡。这今天第一把呢，哎，有点感觉，有点不熟悉，隔了太久没打了。平时早上八九点、九十点就起来打，现在一点钟才开始打，两点了都。打一把就好了。我从来不练枪的。OK 啊，这把你保护我。OK 啊。让我找一下手感。我有时我起来得打一把团进。不打的话感觉走路都不会走，有时候断触感觉会操作有点不太熟悉。
那看来你还不在状态，我是随时都在状态，做梦都在玩游戏。牛呀，还得是你啊，做梦都跟我玩游戏没有？啊？我说做梦在跟我玩游戏没有？那倒没有。OK 呀、啊，我开始难过了呀，哥。啊、哎呦我的，哎呦哎呦受不了啊哟！哎呦，刚吃了鱼香肉丝要吐呢。这张卡。哎呦我天哪，走吧，我们进去吧，好穷啊，我这把感觉真的好不熟悉啊，来上楼，家人们，他都进去了，我们俩直接进吧。前方有危险，有个车，完了下面三方也有。下面三方也有，现在先打下面三方呗。可以。看到了，他上不上来了？那个反坡了，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偷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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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逼牛逼！这边三方倒了吗？我直接猛攻他，我直接猛攻他，在这房子里吗？看到了二楼，死了。对，你看试试。下面三方还有吗？打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现在打药，救他吧。有人在五楼啊，五完了已经。OK 啊，来我们上楼直接干他呗。来，上我楼。走走走。来来，我们直接上楼干他，他刚捂完，就让他拿着龙跑了。哎，我操，投屏又断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操！啊，那到底什么坏了？啊！本三，到底是什么坏了？我操！我这操作感觉好生疏啊，哥，走路都有点走不来了。还是格式化过。我在干嘛呀？难道是电脑坏了吗？还是我的采集卡坏了？好飞好飞好飞！我是多久开播的？中都没敲，这么飞吗？对吧？我不缺东西了，你见吗？十点，不对，十点四十，到现在三个多钟头断了一次。这感觉好不熟悉啊，这样的操作不流畅。换个坐姿。我以为都不会断头屏呢。我怎么就两个人头？我以为打倒好多个呢。是不是没睡醒？回去再睡吧。没有。啊。昨天我刚睡得好晚，昨天一点钟才睡，我平时十二点之前就睡了。谢谢。有时候十点多钟就睡。谢谢这个大帅逼送的饭卡。狮子没舞，你们可以去舞家狮子。等我们开龙游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你还缺装备吗？卡住了，这龙卡住了，重来。我也是打狗杂、啊，你看我们俩一样的。
哎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不会这么快就没人了吧？哎，这个车。不是，哎呦，不是，只是我，对吧？浑身颤抖。这边没搜过，这有快扩跟那个枪口要吗？这个 okay, 前方有危险。这个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这个箱子里。让我换副新指套吧，感觉是指套的原因。直接开龙去游吧，来。三把工头枪都去游。你什么枪？我喷子。喷的什么工头枪？四号步枪。四号什么枪？四号也够打，我去。这把三把大狗打。直接猛攻啊！不得，很少还挡怎么行？外线去游一波，我，你，无中生有，谢清晨送的春日来信，直接猛攻就完事了呀。一般人都选在这个 C 楼，有脚步，哎，有人，加上，猛攻他，家人们，上楼右边，他跳的，啊，太残忍了，家人们，太残忍，这拿龙的那小子，嗯，来上楼，家人们，这条龙这条一失血了，我不拿了。就是刚才那个他跟我们追着打的喽，小子跑了进来，走了，我这三个 ，OK 来了，等我，你楼里是吗？嗯，看到了，等我们看到了，猛攻，直接我们直接跳下去干他，牛逼，就三个，三个呀，人打两个，我打一个。我他妈拿不到人头啊！我操，我杀一个。没事，我也就杀了人。有车有车，下面警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刚开过去，看见了。来，上楼，直接猛攻一下人们，上楼，上楼，上楼。给他卖炸了。上楼了，上楼了。牛逼！土匪啊，这群上面有个三星甲，碎了一滴。什么火呀？不该扔火的，不扔火还能捞两个。然后下一波上楼。没喷子子弹，我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八里胡哨，搞喷子是吧？这一枪一个，那不爽。
啊，现在以 S1K 确实有点恶心，我看好多人都拿这个枪。他团队恶心，妈的实战，别人打我一枪死，我打别人他妈三四枪都不死，打不明白。实战也恶心，我看别人拿，有空降兵可能会跳这个大山顶上，我们去登他一波，这大山顶上可能就有人高分弹，就全中。有，可以没？有，前方有危险。直接猛攻他，直接猛攻他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我这。头上还有头顶，我知道。来上楼，嗯，我们先猛攻。你上吧。OK， 他倒了，别人。我操！谁允许他打我们龙啊？我龙还好吗？好的，没扣多少。我就知道上面肯定有狗分弹，你知道吧？还没说，我操！还有人是不是在下面、啊、他们应该有龙吧，他们怎么上来的？怎么没子弹呀、啊、有啊，那个包里全是子弹，你要怎么着？喷着子弹，喷子没有，我裂开就剩三发了。来上龙走吧，下一波。哦，我也有龙啊。我没有，你那个龙新吗？跟我换一下，新的话就给我开。嗯，给我换一下。我这龙不是特别好，还行。哇，好刺激啊！两队人在这上面乱打。我看那个空降，我就知道肯定要降那个大山顶。后面落空投了。后面吗？那就这杯。大姑，你给我气的，我心脏跳了一下， okay, 我靠！我来把 G3，我把狗拿给你们，好吧？这一队刚才不是直死的呀？我打他们没死完。有自救啊。嗯，有自救啊，但是也没看到灭队啊。我心动个嘚嘚啊！那个人还在对着天上瞄那个空降兵呢。哦，不看了，懵了。先报名个大陆赛先。这方这边有没有人？稍一点。右狗打，四把狗打。他妈四把狗打呀！我操！你自己看那条龙是吗？嗯。我得四把狗的，等我再捡就八把狗的吧，要不然对吧？直接猛攻，前面有车，哥们，不知道是开的还是停的，我看到个车，来了，哎，别跳！我操，本来跳没事的，跳呀，被龙他妈甩尾撞了一下，撞飞了，我操！我先救人，等一下。嗯，别上，等会呗，我先救个人。跑了。你不跳龙呀？我等他们开过来停啊，不然停了我直接给他撞死了。那个位置跳是没事，我被那个啥撞了一下，就那肯定啊，我都没停，你跳，摔了一下再撞了一下，我操！让他们跑吧，往哪跑了？给他冒烟了。哎，在我这儿，好像来了，等我们一下，我们马上到。停了吗？停了吗？不是，我看错。蓝马他们谁的？看那个人影，哎，对，假装过，我靠！看到了，直接就脸上，就脸上，直接猛攻，好吧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没事，蹲两个蹲在这儿，我屌！我这个，你那个大吗？枪脱了，他妈谁带消音？妈的！不带消音，妈吓死他们！来，走，家人们。
看到看到，猛哥猛哥。佩服。原来在前面看到那辆车过来，我也在想佩服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阶梯石头阵，好的。小心吗？来，上龙，上龙，直接猛攻他，他跑了。正前方跑了。正前方，正前方，他在跑，他刚想回头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不急。直接猛攻他吧，嗯，打呀！哎呀，这里防空洞，看见了看见了，又被他、哎、又被人揍了，不打不打，不慌不慌，进洞里了我丢，进洞里不好打呀，不去不去不去，打对面打对面打对面，有人。对面把车打炸了没？对面洞口有人，他在洞里。哪边洞口？那边。开车进去了。哪边？我说那边哪边？前方有危险。那边。这大哥四个洞口。他们把车开进去了，他们在打。我操，他也是狗子啊，好多狗子啊，对吧？别进去了吧，里面都有摆阵的。不对，你们直接冲进去了。别进去，别进去！我操，我这狮子控制不住，我操！不行，我来抓那边。前方有危险，洞里别管他，别管吧，我们先去找别人吧。他在洞里不管他，我上楼。喂，你在洞口没人，他们两队人，他们不会进去的。大哥，他一直在跑这辆车。我知道啊，他在里面开，他不会开出来的，里面洞很长。没有，在我正脚下。他们在对打呢，走走走，他把路堵了。不管，上龙上龙，先打别的队，等会再回来找他们。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。嗯，离得我们上，离得还很远。车空档啊，没几。你那有人吗？我有人。我直接过去。OK OK。我靠，被摇了，我靠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引过来呗。能引过来吗？我们马上过来。我丢，看到了，好多。没事，在那房顶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到。两秒，别下去打就行，我们两秒就到。假如有人，两队两队， okay, 两队啊，那我们直接上楼顶猛攻呗，先把。我假如有人，两队有，来把假如的打了。小厕所没人，小房间没人，现在一楼楼梯口。小心雷，有雷，门口位置有雷。前方有危险。直接猛攻他呗，我上楼来。这样跑。刚跑了，看到了，停了，我靠，全倒全倒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，坚持坚持坚持，妈的，我这狮子跳下来他妈血妈惨，哎，我倒了，救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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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打个药，哥们。别怕，有好兄弟在。妈的，我这在干嘛呀？前方有危险！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们俩在猛攻他，别怕。停了，停了。我听到了。龙动不了。上房顶，我上个房顶，别急。他听网红波了，小心点。肯定要上假。我不知道他停没停。停了，应该。一辆特斯拉。嗯，我听到了。没停，没看到假动作。那些你喜欢蹦蹦吗？要不然就走。办卡。等待。有人丢火，我看到了，好像是外面丢进来的，是不是？现在那个反坡吧。这火不是你们丢的吗？不知道，我没丢。肯定不是自己人丢的，我操！在那个集装箱那个位置丢的，我来看。发现集装箱位置，我操！我靠！我们刚刚跑过来，他不打我们。
我操，我没看到他，吓死我了。我才发现他妈我十一个助攻。来来来，兄弟们，我卡个闪包，直接猛攻。就是这个圈他妈带一波吧，十六个人，他们的大平原。不用不用，直接放闪包猛攻就行了。攻去哪呀？哎，你们放了吗？谁在放呀？嗯，放了是吧？放了我。前方有危险。看哪个圈在哪呗。走，吃中心，吃这个坡就行了。我不说，我就不说话。对你控制吧。提前去爱吃糖送的蛋挞。去这个坡就行，要不然这个坡。这个坡呗，这个坡可以一直推，推到这个山坡，或者往这个坡打也行。你们能飞就直接招，他打就直接打。或者这个坡，这两个坡选一个呗。你绿标那边没人是吧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把那个防区打了。要不去这个防区打，防区打。OK OK， 防区好吧。对吧？防区没看到人。飞呗，应该有人，有三个人。没人吗？还有人规定在这边，但有的人没进去。那我飞这个山顶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个山顶那个博物馆可能有人。我去这个山顶了。你们开车拉我这吧。这个下面这个房区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双飞。等他动车出来，直接给他扫了。绝了。应该有人的那个车，有人有人，我确定有人看到了，他准备动车了，准备扫，看到没？这个位置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上一个，上一个，他们要干拉了，扫两个，接顶。要刷圈，要刷圈了，哥，别把我害死了。死完死完，快走，快走，这个球刷得很烈，哥。空投，空投。前方有危险。打掉了，等会。空投有人是吧？有有有。左边也有人，喂！就停车坡，就停车坡，去把空投再进来呀！空投没人啊！有人，前方有危险！这坡，哦，前方有危险！被队友的雷炸残了，哥！这边，前方有危险！猛攻，猛攻！他是一队人了，等我们一下，等一下我，小心点，四个人，那个，这么一年，这个倒了，安波基尼，这边，前方有危险，有个趴下。看不到，还有三个人。我标点点是还有的。前方有危险。就在附近。没看到，我们都绕了。在附近的人，他不会爬过。哇，这边是不是还有？什么鬼？他们往哪躲啊？他们躲没地方躲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左边是还有的，我刚在篝火上看到的。左边我们都清了，哥。没清到，没人直接把头过了。在圈中心趴着吧，前面都排了。前面我们都转了。上里面，我感觉跪在这个草丛里可以。是，还有的。我确定。
哥他没地方躲了，这平原又不，这草又不高。后面前方有危险，后面车，后面有车。啊，他们在堵里啊！我操！这几个他们在车上坐着。帮堵呢，他吓我一跳啊！加了九分，九人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开吧，没事，他开局了，我们打吧。某一天早上，今天窗外的阳光正好。啊，那个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嗯，哇，早上我再换送车吧，看能不能把他们分尸。绝了，天资绝了，不是他们吃我们，就我们吃他。怕啥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嗯，你跳，算了，我们跳外围吧。你跳，你跳，你跳。那我们跳外围还是跳龙这边？你们想怎么打？我在打龙这边吧，外围有一队哈。那我做那个是。直接扎那个博物馆吧，我们来，我们五楼啊，你走了吗？嗯，我走了。来个人跟我一起舞龙呗。算了，那先你们七人吧，我这一个人舞吧。大倒一个，中楼的。我跟你。小心点，等我，他妈舞。等我家人们拿五万了，谢谢你们。那边还有人吗？要。请留步。来了来了，听到了，在外面。咋了？没了吧？没了没。前面防区有老，前方有危险。没有，我看到了，被拉住了。
方有危险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了，倒了吗？这二楼的还有好几个。好一个。隔壁应该还有。别怕别怕，我猛攻他。前面没脚步。放放下四号呗。等我。出关的还有吗？没有。喂，那边出关。嗯。我靠。老六。来上我楼，家人们。我打呀。嗯，你打，打完上。嗯，来。我们去那个房顶直接打他们，或者直接空降他们。他妈打的差不多了，看这房顶能不能抽他们。谢谢，谢微微，谢谢微微的两个春日来信。看能不能抽。四方好像的。走吧，他们应该打的差不多了，上楼直接抓他们吧，感觉他们在救人。不动了。有脚步，有动静。砸下，砸下，砸下，砸下！右边，右边有人。倒了。楼上有人，隔壁楼，这个楼。我打呀，我打呀。倒了。没事，上我楼，直接猛攻他。下面反包有。隔壁还有是不是？这个位置还有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二幺零的房子。没事，直接跳箱射他就完事了，躲他。一个没拉着。我给他打的，一波都打完了我。来，家人们上楼，下一波。嗯。闪一个。左边是不是还有？一个三房，不知道，找一下呗。我们先转呗，可能在房子里溜着的，帮老溜。左边右边坡是不是有人？右边坡，人机。来，上楼上楼。这个房看看有没有人，没脚步。可能里面还有老刘。四号，我丢，四号怎么要死了？我他妈劈成抢龙，那他妈劈成跳了一队，怎么弄的？收一下装备吧，收下装备我们去打四号吧，不好就怎么怎样。小妹，我成功拿龙出来了，你们在那等我。你打的也是大炮屁人去抢龙，去敲幸福。我看他们也是没他妈有个人自己人从地上提神跳了一队，但是他们没拿龙，知道吧？其实我本来拿完龙我可以走的，我贪了一下，幸好没出事。屁神去抢龙，你这是头铁。差点死，我药都没打，我开路就跑。我子弹一发都没有，什么飞机？算，打两把 AK 算。是的，是不是没五啊？五呢？我都怎么没看到我包有是？没有，没舔包，我都一个包都没舔，我就猛攻，就全程猛攻。嗯，怎么不讲话啊？没有，在听你们讲。不是那种，别呀，聊天呀。OK 啊。连个扩容都没有。
我就知道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。等吧，我们等你来了吗？你回来了吗？这么快？回来了。你填一下，差不多我放三八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是的，也物。你放三包吧。OK。嗯，谁放了？我的。好想。我放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们放了哥。学院那里。我以为你在放呢，我跟。没事，来来，我们等。这儿调上，调上。来了，看能不能找个快过。这一个半小时，我怎么感觉这么漫长呢？不对。到秒了，到秒了。全是火箭少女石膏，我操！我怎么感觉这时间过得这么慢呢？是啊，现在我们去度假。哎，你们能标下出场先吗？我不知道去哪赌桥。去这个赌桥吧，还是去这个赌？那我们去这里赌。那边飞不过去，这边的这个，那就这个桥的赌吧。感觉没啥人呢、啊。叫这个先跳这个两层半，赶在这个两层半就可以赌得到。或者跳加油站也行，跳了两层半吧。红头四十多个人，人还很多呢，能赌的。才第一个圈，对。走。我感觉去那个桥应该能赌到，因为那个桥 P 城跳的人多，死的好像现在这边也缺人多。好、啊、是没，我们这两层半蹲一下，刚好那边还有空投，哎，有个蹦蹦，牛逼，灭队了，就一个。不好说，怎么跳那边去？没人赌场，我看看有没有人去赌场。我们家这两层半赌吧，感觉左边也回来是。聊啥嘛？我都不知道聊啥。你们把圈都聊完了，哦、不用我聊了。嗯，是的，刹不住了。那个是不是舔了空投啊？没，九个三级图。哎呀，对，这还有人机。这是两层半堵吧，我感觉应该能堵到人。
么都喜欢背小熊背包呢？嗯，开门我就不开，不开不开不开。等车了，我操！等吧。嗯，我操！还好拉到一个灯。我操，这个手都快拉到屏幕左边去了。我好懵啊！我打的，我都打的有点迷，我感觉我操作呆的。我扫这个车，我一枪没扫中，一个助攻都没有，哥。你这是没睡醒啊？好像是吧，有点呆呆的。怎么又杀了个人机啊？你怎么又杀个人机啊？就是啊，搞什么飞机啊？到，跑过来送给我。可能是看我这两天掉大分。有点没睡醒，真有点没睡醒。我扫车我都感觉我迷迷糊糊的。刚那个车来了，我一枪都没扫中，我连个助攻都没有这一波。小机车。但是他没睡醒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左边龙海六，前方有危险，准备扫，家人们，两个人，叫他秒炸好吧，扫吧，被扫了感觉，牛逼，我操，我操，怎么开两下断处了，我真的服了，哎，还是得趴射，不趴射没感觉，对啊，好枪，好好鱼啊，这种直线过来的才能打得死。不然巨大，我现在操作。妈，我才杀三个，真的。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都是一群土匪，去哪抢人头？都想抢，都想。运气好，一下就能炸四个。这波才做两个人。要是四个，你不笑得大牙了吗？要是四个就没资，好吧。哎呦，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。刚才那波扫车，你不是一下扫了三个吗？没有啊，我扫掉一个。哦，炸车是恩恩炸的是吧？嗯，我炸的。刚好拐到那个坡，我没子弹了，我看。嗯。没事，我们一人炸一波，下波就轮到四号炸了。我的妈！哇，我真的好迷啊！我包里还有这个5.4的0.45的子弹。梦游。等着吧，放着吧。昨天大陆赛赢了吗？赢了，赢了300多，300多。打个吧，应该把昨天掉的能补回来。300多发了100红包。前两天掉很多，先炸了。走吧，家人们，去那边桥头打架吧，走吧。放伞，放伞。走走走，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，放什么伞？去那边桥头打架，直接过河去那边桥头看有没有人渡桥。堵了2-3波，差不多了，够了。去游游那边的人。我大哥的，哎呦！估计是我今天出门吃的太好了，吃的太饱了。吃饱了变得冻。是的。不说了。
脑子拐不过弯了。我给个堆堆啊。就是。这次应该是刷的。但是查有没有人堵。掉针掉针。飞机来了。有人堵人堵。堵在桥上。桥上 OK， 你别急你别急，我们拉左边车上可以冲。看到了，桥上就有个人在跑。对，他在干嘛啊？还可以抽他，感觉这里就可以直接秒趴射他们。啊，跳桥底下去了他。桥底下有一个，我看到了，在抽我们。那个周丽哦。完了完了，我这个龙开的。我直接拉近点打我打，快！我直接拉近点打，倒一个，倒一个了是吧？我脚下有，不行，我左右都有，我左右都有。啥也没捞着，石头再打这么多枪不打。现在没有龙了，剩下龙子在我们这，我们就小队。一个没捞着呀，我是，行。他在这边堵了一波，堵了两波。嗯，这帮臭小子还敢堵我们的枪。龙还有两分钟，再堵一分钟吧，没有我们就走。他们下面有一辆银特，等会你们就别开那个是的了，是开上面那辆银特吧。啊！你有没有一个？这包里这么多油，他们在桥上的地方这么多油，肯定有油的。半句。哼，上不去吗？要不我带你上去哦。上去了，又下来了。嗯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来，你的龙冒火了，你别开了，上我的吧。艺高人胆大。到你把那个车带上。哦，这假的会有人。等我们，等我们。展示故事吧，我直接猛攻他，等我一下。这塔哥都能卡住，干哈呢？这，哎。展示故事吧，我直接猛攻他。我靠，好几个，好几个。我知道，先别上。